身入卵，为了什么？你不谢我倒罢了，还断了我的手，就只好砍了你的，与我作陪。谁的刀快，谁就有理。直接去了，是我上了那老道士的当，刚才的赌斗不作数，想知如何克那魔君，就与我堂堂正正打一场。
曾在此哭告今生，我每个过山好心人，替我寻回你的尸首。小师傅，妾身失仪了。我本是个魏王人，来此祭悼亡夫，你莫怪罪。我与夫君本住在山顶的庄子里，忽地一日，不知哪处杀来的一伙虫妖，定要强占此地。庄子里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独留了我一个。我原想回那庄子里寻谢亡夫的遗物，可那伙虫妖中有个领头的，号毒敌大王，他的倒马毒甚是厉害，险下我一点成算也没了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，你若擅入，必是有去无回。切记多备些解毒的草药，莫要逞强。你也要去后头的山里，那林间俱是些放毒的妖魔。Thank you.
香特我族的祸害。走走走，别碍着我喝闷酒。看你那副痨病鬼的模样，爷爷甩两钩子你就死了，留着性命不好吗？大胆，你这毛怪，我意欲放你，你却定要与我为难，自寻死路。
回来。
Come on.